了解 NVivo 可以做什么？为什么 NVivo 是被引用最多且功能强大的质性资料分析软体？探索 NVivo 的核心功能， NVivo 可协助您从质性和混合方法资料中发现更多资讯以及更丰富的见解，并得出清晰明确且严谨的发现，并有严格的证据支持。透过强大的分析来释放数据洞察力，借以提升您研究成果的精准度。质性研究是一个重复过程，处理质性资料素材通常不是循序渐进，相反，它往往是重复性的。您可以在其中探索、编码、反思、制作备忘录、多次编码、查询等等。例如，这张图片显示了您专案的研究模式。NVivo 的关键概念， NVivo 可以用来组织、分析和视觉化质性数据，以找到可与利害关系人分享的严格结果的模式。您在专案中包含的材料类型取决于您的研究问题和方法。 NVivo 允许您汇入各种资料，包括访谈记录、期刊文章、音讯、视讯录音和社交媒体内容。透过 Certavi 与 NVivo 整合，您可以结合 Certavi 的组织工具来管理、参考文献、追踪关键引文以及您的想法，并借助 NVivo 的强大功能来探索模式、视觉化您的文献，并加深您的分析。与同事协同合作，许多计划需要与多名研究同侪一起合作。NVivo 可让您管理协作工作，与同事同步分享文件、资料、笔记和结果。透过使用 NVivo Collaboration Cloud， 增强团队体验，多个使用者可以连接到相同专案，来及时更新、编码和分析研究。跨 Mac 和 Windows 作业系统平台同步专案不仅消除了档案转换流程，借助 NVivo 14和 NVivo Collaboration Cloud， 使用者可以轻松透过 Mac 和 Windows 作业系统平台开启专案。 NVivo 14的人工智慧编码功能，自动编码可让您更有效率地处理大量数据，帮助您快速获得结果以了解内容中发生的情况。 NVivo 的 AI 自动编码功能，让您可以更少关注耗时的编码过程，而更专注于结果分析。该过程利用选择一组文件，并使用自动编码功能来产生结果，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，自动编码功能就可以让您轻松理解资料。了解如何利用 NVivo 的机器学习自动编码选项强大功能，以适应或基于架构模式的编码、主题编码和情绪分析。在 NVivo 中运用 AI 的力量，快速、初步的主题分析，由人工智慧驱动的主题自动编码，可以快速识别和标记重复出现的名词短语，并将它们分组到广泛的主题领域。快速情感分类，轻松将文字分类为预先定义的情绪类别，提供及时情绪分析。使用者驱动的机器学习自动文字分析，透过利用 AI 来利用您最初的手动编码模式来提高效率。您只需几个步骤即可获得 NVivo 14天免费试用版。建立 LumaVivo 账户后，您将获得软体下载权限以开始免费试用。借助 NVivo，您将能够使用进阶查询和视觉化工具，确定主题并得出明确的结论，取得更稳健的研究成果。欢迎申请试用版。